什么叫洛阳话呢？洛阳话呀，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。那你能给我学几句听听？没那可是中。俺家住在那城北边，在那岳村那半山头。用关就是天地遥远哟，哪那脚呀？你不知走跟那老街长街边。你开后门不太方便了。要爬过去吧，啥后门都敢开，这后门千万开不得，没人想当那钻监狱。这几天在门口没见你呢。你不知道俺孩子他爹在那东北大连部队上，有扫兴游击车叫俺娘仨去看呢。哎，你去了没有？看看不去，中的。去了多长时间？住四个段呀，都不止乎。现在的车票啊，不都涨了吗？这不怕恁笑话呀，我这一住呀，都是俩月，我可就爬回来啦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